对，我们镇上的赏花活动今年决定要举办才艺表演比赛啊。我也可以参加吗？这个嘛，这次的比赛只有大人能参加。什么嘛，不过比赛的评审会请各位小朋友来担任评审。例如这个表演很有趣，或是这个表演比较厉害之类的，由观看表演的人负责评审。这次的才艺表演比赛将由让大家笑得最开心的那队获胜。恭喜你。嘿，好像很好玩。爸爸，你准备要表演什么样的才艺？这个要等我和陶乐比的爸爸还有琪琪的爸爸三个人商量之后才能决定。那我出门咯。爸爸好像干劲十足呢。爸爸加油。爸爸他们的才艺表演真令人期待。他们现在正在讨论比较讨论，对吧？决定好要表演什么了吗？这个嘛，你们觉得这样子怎么样？爸爸，你们要表演什么呢？你们也说给我听听嘛。不可以，要是先告诉你正式表演的时候不就没有新鲜感了吗？因为我们三个人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得到第一名。陶乐比，你们就乖乖的等到赏花当天拭目以待吧。套路一点没关系吧？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好了，小孩子到一边去。怎么这样啊？我好想知道哦。爸爸他们好像很认真哦。应该也有其他要参加比赛的人吧？那我们去问问看大家。啊！哦，才艺表演比赛的才艺啊！其实我这次要担任这个活动的主持人，所以我没有要表演才艺啊。这样啊？不过主持人应该知道参加比赛的人表演什么吧？卡奥先生，告诉我们嘛。其实。我什么都没有听说呀，所以我们就一起期待当天的表演吧。山羊爷爷跟我说一下又不会怎么样。绝对不行，这件事情要保密。哦，山羊爷爷，我现在正准备要前往你们家呢，练习才艺表演比赛，一起练习吧。快，这件事。你要跟理查先生一起表演才艺吗？没有错。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情要办。抱歉，我先去了。怎么了吗？山羊爷爷，是乐乐啊。是啊，那是大人们的秘密哦。既然这样，我们也只好等到比赛当天了吧。对啊，我们大家也好好的享受当评审的乐趣吧。那么马上进行下一场比赛咯。各位观众，你们是不是很兴奋呢？是不是很期待呢？目前这场比赛的第一名是表演彩球的蔬菜店老板，接下来请下一组参赛者出场。是的，我们这一组将要使用雨伞来做杂技表演，请。是的。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我的心脏突然跳得好快。用不着担心，我们之后就只剩下我家妈妈了。哎，今天状态实在很不好，真伤脑筋。这时候只要我们让大家大爆笑，第一名就没错。接着请下一组出场。哦，樱花开得真漂亮，谢谢。我就一边赏花一边喝杯茶吧。爸爸，好像怪怪的。再上面一点，那样也太上面了吧。我的嘴巴在这里。好烫啊，好烫啊。那种地方怎么会有嘴巴？他们表演的是双簧，不对，应该是三簧戏吧。三簧戏。对呀，
负责露脸的是陶乐比的爸爸，但是右手和左手分别是不同人的手。哎，我的手给我认真一点。是，不好意思。这样啊，难怪我觉得奇怪。别闹了，我怎么可能需要化什么妆啊？谢谢。爸爸，好厉害！哇，我们的分数最高哎！太好了，这下第一名就是我们的了。没那么容易。摇滚超棒！奶奶，你刚才不是说状态不好吗？我有说过那种话吗？我的状态好得不得了。什么？而且我今天还找了非常可靠的特别来宾 ，Come on！ 不会吧，奶奶，还有小月老师，各位，摇滚超棒，电吉他也超棒，开始啦！摇滚超棒，电吉他也超棒，喵喵喵奶奶也超棒，唱得很好嘛！小月老师，请放过我们呀！超棒，电吉他也超棒，那里也有一位跟我们很合的同好嘛。梅婆婆也加入了，摇滚超棒，电吉他也超棒，梅婆婆也超棒。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才艺表演比赛的第一名确定是奶奶们的 Rock and Roll。